色杀人鲸。我是黄色的、啊。哎、欸，我们玩错了吗？我的画面是两只熊，一个白色的。哎，有人跳出去了，去了。哎、欸，你是黑色杀人鲸啊？你是黑色杀人鲸啊？哦、啊，对啊，我撞色是不是？你是黑色杀人鲸啊？我应该是跑错房了。阿喵他应该跑错房，阿凡应该撞色了。那我选色的。啊，干嘛啦？那怎么进去你那边在线哦？在线啊，有了吧，有了吧。我想研究一下怎么改名字、欸。这是谁？不是不是，你进错了。他不能锁名字、锁房间名吗？哎、欸，主机一断开，我出去改名看看。可以改名吗？怎么？他应该有创建私人比赛不是吗？是啊，可是创建下去就变成就直接那个了。哇哦，这水果，画面是不是切到了？退出。现在又切到了吗？回。真的欸、我觉得用英文的好了，不然他一直会有那个框框。框框？什么框框？就是文字有框框啊。哦，就什么赞安？哎呀、啊，安来。可是什么鬼东西、啊、还是不能选那个啊。选名字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你们再看一间看看，我看我没有办法。啊，这个什么东西？哦，他是直接这样开始哦。好恶心啊！没有，他是铺了睡觉住着。他角色有分性别哦！啊！哇哦！真假的？有哎、欸，因为我看有一些有腰身。有一些没有腰身，然后是 同一个角色，只是不同颜色，它有腰身。要怎么看得出来、啊？怎么改名呢、啊？他这是叫奥丁靴。对啊，有一些有腰身啊。你仔细看，你仔细看他，如果选到不同角色，他有腰身跟没腰身的差别。圆柱型的角色比较有差啦。圆、柱吗、欸？嗯。武器。后面的角色锁定了、欸，哎，锁定锁定，熊有吗？这个没有，只有原著的有差、欸，原著的有些会有腰身。有了，已锁定哎、欸。后面是还没解锁的东西吧？哦，我知道了。你们先点选项、啊，然后配置文件，去创建一个那个名称的文件。配置文件哦。对。哦。选项。那、啊、这干嘛？打字吗？所以要先把游戏关掉，玩具。不错。没有嘛？是直接在游戏，直接在游戏里面。选项。哦。哦。对，好像就可以了。震动，关闭。啊，震死我。选项配置文件，添加配置文件，哦，这个吗？然后嘞，然后嘞，就创建啊，那个创建、啊、就打你的名字吧。哦，他只能这样子用，这样子用上下的选，是不是？直接用键盘打字哎、欸啊。哦，原来可以用键盘打字哦。看，哎。不是吧？哎、欸，用键盘打字它是哦哦哦啊啊！如果你进去那个游戏，它是还是写着 player 的话，你可以左右去选它的名称，选它选你的。没有哎、欸，我是 play one、欸。你那个你点，反正是那个嘛，摇杆嘛是。你点那个 L2 啊。哦，有了有了有了。啊，有了哎、欸，这好尾戏哦。啊、对，这是 luck 的，可恶。左下角的什么攻击防御，然后嘞？不知道。线，没有了，就是电脑。感觉是一个眼镜什么的东西耶。啊，嗯。可是眼镜看到你都、欸，有了杰瑞的房间。我看到了。哇。黄色鲨鱼啊！
为什么我动不了啊？啪啪啪啪！那西瓜是谁？怎么是我？那还会是谁？这么多人。左边看起来都是自己人啊。难道西瓜是那个吗？是西瓜是喵哈吧？喵哈吧。只有喵哈会这样而已啊。对啊。我觉得那个哈基一定是那个红色。不是。哈基是这个绿绿的。这个绿绿有腰身的。不要跟着我！哈基下去了。打一下啊！不要追我，杰克。我现在是不怎么用。他可以抬人吗？他竟然要被西瓜。可以啊。你可以滑嘞。哦，跌倒了，还有跌倒哎！对，走，不跑啊，跌倒了。哦，好强啊这个。哦，这是抬人是吗？借我抬一下。耶、yeah! 啊！等一下，我怎么抬？抓住别人吗？按 Y。遥感的话、啊、如果是 PS 是按什么左边的吗上面的按钮、欸、那我建议他要进一台四颗按钮下去啦你右边有四颗按钮最上面那一颗等一下这个人是谁红红等一下借我抬一下拜托借我抬一下来很绿色的汁、啊、打你西瓜汁大家用力吧哦懂了那这个可以这样子吗对啊不要走，反正这个动作我觉得不行，不行，这游戏不行，走，啊！让我想到那个椅子会掉下去的那个游戏，我累了，不要抓我的头，谁要抓我的头？哦，我刚刚在等待大厅，我是九，我是个西。我不想知道能跳吗？能跳吗？我现在能跳这颗，不是 A 吗？等一下，不要打我！哦，有了，不要，这是臭西瓜！死掉的条件是什么？颜色没有。哦，为什么我 A 是坐下？哦，哎，为什么也是？哦，按一下就跳，好悠闲啊！反正也太悠闲。你想干什么？这个姿势母汤啊！有个人呐，哎，你们可以走。哎，怎么有人？怎么有人？他打人呢、欸！你没有走是谁啊？你没有人了、欸，我们是合作打这个吗 ？NPC 啊，什么合作打？在合作吗？里面的啦，是合作打这个吗？里面有东西啊！我被染色了、欸，我死掉了耶、欸！哇！我被染色了吗？僵尸、欸、哎！僵尸啊！哇！僵尸！不要！我跟你讲，你们现在在控制吗？没有，没控制，没得控制，无法控制，我也无法控制僵尸啊！好可怕，是僵尸啊！还有僵尸模式啊！不要卡点了，成为僵尸吧！他是最后一个变没变僵尸的那个吗？可他没有倒数哎，还是你们闯进了？哦，打爆了！哦，现在是画面是剩谁跟谁啊？我跟杰瑞。哦。起来，最后一个人吗？那来啊，杰瑞，我打。哎、欸，全部人都是跟着繁星，哇！繁，哦，哦，哎，刚刚那个不妖啊，那个自己的哈。哎呦！不要！我上死了！哎，真的是哎、欸，活下来、欸，竟然是僵尸游戏耶！不是应该这样地图吧？我猜了，怕玩太久是不是？会不会有各种不一样的模式、啊？好吧，对啊，我觉得假，我太小看这游戏。我总觉得这会转啊！哇，这什么？我要去抓他！我抓着了，我抓着了！我要怎么抓？没抓到！有人出去了！被闪出去！哎，感觉在中间比较安全呢。好晃！不要有他！啊呀，这太晃了！好晃，等一下啦！太晃了！等一下啦！哇，我被甩出去了！我是仓鼠！换边！是仓鼠！有人被甩出去了！我是仓鼠！喷出去！这个离心力太大！哎，好摇，好摇！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有这个游乐设施是不是？我记得。等，把你甩出去的东西吧！我不要！这是现在剩下杰瑞跟哈基，哈基怎么了？来，
可是感觉你好痛哦。为什么你们会一直哦开转？哇！不要不要不要！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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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杰瑞好强啊！甩太远了吧？大帅好远啊！韩国有看过这游戏？我真的一直以为这游戏是打架而已。我以为这游戏就跟 Gambit 一样。完了，这是什么？另外一个大游戏，我觉得你不要小心地板感觉要踩对的壳子吗？他没有写，感觉是。我们可以先和平一下吗？来来来，哪一个？哦，要踩亮的，踩亮的。所以我死掉了吗？死了，死了，你死了，是吧？哎。把他抬到暗的地方去。我想，哎呀，来不及。你丢下来了。哦，打开打了，有飞起来了，下去了，掉下去了。哦，哎，干什么？耶！哇，其实这款游戏还蛮多变化的。对啊。太小看他了。我们小看他，真的以为只是打架而已。真的。这是什么？好好过马路，青蛙过马路，真的，青蛙过马路，青蛙会冲过来吗？还应该说过对面吗？人家路上啊！青蛙过马路啊！我们要过到对面吧？我们是要过到对面吗？对啊，这感觉跟那个以前那个……哎，不要，杰克，杰克，干了，杰克颜料没了，干了。就这样而已吗？杰克被撞死，上面有东西。哎，他自己有东西吃。我知道，看这个东西，苍蝇。噔噔噔噔。然后嘞？然后嘞？啊耶耶！可以发射吗？没有啊。然后我有个障碍是，我跳不过那个东西。跳！是因为杰瑞在这个地方，所以画面才拉这么远。对。对。我们坐在那边休息一下好不好？看风景吗？我在想，可能是杰瑞要到你们才过去往下有别的地方。哎，左边有东西吃，哎。哎，还是像苍蝇啊？他要干嘛？到底要干嘛？不知道。而且为什么糖果要吃苍蝇啊？因为被苍蝇吸。还是还是其实就只是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打架，还是要打架，有可能。那就不知道他的作用。结束的时候批分，那个分数啊，我踢，好远的战斗。怎么右边那个人怎么了？找死，躺很久。没有，我觉得太阳很大，我要去比较阴暗的地方。哎，一起去阴暗的地方。哇！那两个头脑，对，好痛啊！啊！不要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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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脚，踢脚，踢脚！我觉得现在观众一定很想按 Ctrl 滚轮把画面放大。我人要没了！你下去，你下去啦！下去，下去！哦，下去！你在吃糖？下去！你下去！三只糖果在抢阴影处。下去！目前的战斗在右上角。下去！我来啦！打他！哎，在干嘛？哎 ，Sudden Death！ 哦，我自己开始扣血，自己扣血。哦！喷了！自己会掉汁啊！所以他只是场景没了。我的汁！我在想，他这个场景应该是致敬那一款游戏。不要！不要！我的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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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啦！你变白色，北极熊，北极熊，啊死了！快被北极熊了！哎，真的，那刚吃那个蚊子是那个分数，有加分，嗯，有吗？嗯，我这好像，啊，这有炮弹，我看那个介绍。哦，我在哪里啊？炮弹，哦，它可以转哎！哇哦 ，what the heck？ 它可以怎么转？怎么转它？哇，打它！打他或摸他，哦，打他，哦，啊，边安全啊！哦，他是从方向转吗？啊、哦，左键跟右键，有左手跟右手打会，他会不一样。啊，我被他自己，我自己打到自己了。哇、啊！我怎么打他没效？
方向吧。我看没有，我挥大，他们我没有挥到啊，没挥到吧？发射！哇，我好障碍哦！啊！发射！啊、不是这里，发射！哦，你这个炮弹，这炮弹转不过去，转不过去。没有哎、欸，他只啊用低的啦，我刚用手打。用手打也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只要是没打到，只要是有打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转。哎、欸，转的好笑。对啊，我搞不懂他怎么转的、欸。对啊，好像有时候转对，有时候转错。啊！好爽啊、哦！好爽啊！直接落火了。